我跟阿爸跟这些真相都告诉你知后面一台他们是中老爷的车我要拜托你拜托爸哥你这样开车很危险的你知道吗你跟队我就报警快跟队来啊妈我告诉你啊杨家良，你这么无道德、无良心，这种的害死人的钱你也敢赚？你真正当作你伫泰国做些笨手代志，拢无人会知吗？我是爱叫你张水坤，也是张家良。今仔日，咱是不是应该交你讲清楚？既然你讲我当公平正大去看我查某囝，以后就逐礼拜拢去看伊，还是讲我想要看伊，我就随时去看伊，你感觉安怎？看起来有人对前女友跟念念不忘。靖柔，我从来都唔捌无信你。我甲三年的感情，你爱我讲一段感情无存在，甚至爱我讲我放袂记，迄拢是骗人。你先站住！杨家良这可能性无，你唔通互伊骗去，你根本就是一个小骗多鬼。高仁美甲高仁生是爹爹的亲生查某囝，就算讲你真正是阮爹爹的亲生查某囝，又该安怎？我甲阮妈咪绝对无可能接受恁的啦。现在站在你面头前见查某人，把所有一切拢给你啊！你呢？你给我什么？你给我什么？我会跟阿爸把这个真相拢告诉你知。后面一台，他们是中老爷的车。我要拜托你，拜托爸哥，你安尼开车足危险的，你知无？我跟你讲，你不是我爹爹的车。好啦。志明哥，你跟队，我就报警。快给我回来啊！妈，我告诉你啊！你好，台北，很高兴来这里。这不会很腻，不要抢我的话。这是我点的，这是我点的。你看中间看到了什么？所以我这个大楼的角色对我让我很不开心。不开心。他家里的那个喇叭，玩那个飞机的，砰砰砰砰砰。阿哥最怕的，哎，他还有愤怒值在里面。